你一般是12点睡觉哈，听得到吗？哦，等一下啊，我有那个啊，喂，啊这个，我把这个 close 啊，wait a moment 啊，notice table 呢？在哪？好了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听到我吗？可以吗？OK 吗？现在？啊，可以啦。I know not escape 刚才。你现在不稳定啊。哎，我问你哈，我问你user，你现在困吗？这个困，啊，困，你知道它的意思吗？啊，你知道它的意思吗？困是 sleepy，tired，困，对吧？不困，不困，exciting，对吧？不困，好，我们先 review 一下哈，这个词是什么？review 一下啊，这个字怎么读？在哪儿？我看不到。啊，看不到，PDF 这里啊，这个这里。这个，羡慕，对，羡慕，羡慕，是的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，32，这个词是读什么？啊，脾气，对吧？脾气，对，脾气好，脾气不好，哎，you joke，你应该脾气是很好的，对吧？有 啊，outgoing 啊，性格很好，脾气好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这个 zero 怎么读啊？这个词，浪漫的。这个怎么读？点。啊，0点对吧？还有天亮了，亮啊，亮着灯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 review，这个是读什么？对对对，是的，复习。还有这个预习对吧？preview。好。都记住了，耶！哎，还有这个词语，这个熟悉。啊，熟悉啊，be familiar with 啊，熟悉，还有这个印象啊，印象对吧？看一下，我们来学新的一课啦。这个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 true friend。你有中国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我是第一个喽。对。the first one，第一个中国朋友啊。很荣幸，happy，很高兴做第一个中国朋友，你应该是很受欢迎的，对吧？在学校 popular，是吧？你性格很好，脾气很好，很幽默，好，我们来，对，
对，好，应该你应该在学校朋友很多啊，对吧？是吧？没那么多。哦，没那么多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语，这个词语你怎么读？聚会聚会，聚会是哪一个？聚会是 F。F，对对对，party 嘛，对吧？对的。这个呢？第二个呢？故事对，see shopping 购物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question。哎，你有钱吗？钱。钱，money，你爸爸妈妈给你很多钱花吗？没有，没有不给。啊，很可怜呢。对，对，不爸想爸妈妈花。不给你很多钱花，对吧？等长大自己赚钱。好，第三个，哎，又到你最多的时候是有多少钱呢？你最有钱的时候是有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吗？对，有一百，有50，我看一下，有50 US dollar 吗？不知道，没有算过啊，反正有一点就花了。哎，你会 save？哎，你会 save 就存钱吗？就存起来不花，然后越来越多。会，会啊会，哦，那这个很好，好，这个怎么读？这个，运动运动运动是哪一个？一，一对一，这个这里，学习学习是哪一个？学习讨是厌，A。哎，第五个呢？第五个呢？聊天儿，聊天，聊天是，聊天是哪一个？B 聊天，这个呢？第六个。第六个，旅行。旅行，旅行应该是哪一个？你觉得？A 吗不？D，是我 D，D，哎，你去过国外？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，你去过国外吗？外国，foreign，没有。没有，再看一眼，没有，嘿嘿嘿，哎，你最想去哪个国家？你最想去的国家？最大是如果去国外的话，Japan，Japan 吗？日本？日本，为什么呢？我喜欢 anime，哎，你喜欢什么 ？Anime 是一个什么东西？animation，哦，动画对吧？啊。动画，哦，日本的那个动漫或者动画是很厉害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很有趣。对对对，这个 famous 对吧？日本的这个动漫叫做动漫。对，动漫。哎，我猜
猜到了，好，再看一下哈，你跟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我们不看啊，我们来看在这里，这个词要学一下，交啊交。交的话呢是交朋友，对吧？对，用这个交字，to make，这个词，逛，哎，这个是逛街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忘了哈，逛街就是 shopping 吧。街的话是 street，叫街，对吧？去到街上去玩去逛，可能就是什么 shopping 了，买东西逛街。好，我们来 love play 我看一下，你是小夏，你是小夏。我先读。对，看一下。来中国快一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这的，对，是的，生活。对，生活吗？对，是的，life 开始有点儿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，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，那就好，那个什么，快，这个是给。啊，给。快给我，for me for 的意思，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奖奖？忘了哈，那个讲讲讲话说话 speak tell。啊，讲讲讲，讲讲你，那个是the new 新的新交的朋友，对，交嘛，to make 交朋友，make a friend。Chinese friend，新交的中国朋友你中国，再，对，你再读一下这句话，那就好给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对，新交的中国朋友，再看一下，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。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，逛街，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的幽默记得吗？知道哈，幽默的短信message，好，这个。对，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什么时候说？下次next time，次，下对，然后这个然后是，的，然后。是介绍，introduce，介绍，记起来了吗？接，
嗯，是吧？想起来了哈，介绍，嗯，介绍，然后呢，这里，介绍我们认识认识，哎，对，嗯，怎么办？哎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怎么样？啊，对，没问题。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哎，正好啊，这个正好的话是 just in time 啊，正好一起去吧，嗯，下次是啊，这个次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这个是 time，嗯，对，next time 就下次，嗯，介绍 introduce 啊，就是 OK，换一下喽，好吧，嗯。换一下都马好。克好多，说的话好多，好，我是小夏，啊，你是马克了，来中国快一年了，啊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吗？哎，你那个日本，你学过日本话吗？嗯，有点，啊，有一点，哎，它有一些跟中国字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嗯。对，啊，对，你还学了中国，你还学了日本话呀？哇，那你很厉害，那你会英语，会汉语，会日本语，又会蒙古语，哇，你那个俄语呢？蒙语。俄语啊，就是那种 Russian，会吗？Russian，是吧？会一点点吗？不会啊。哎，在乌兰巴托是不是很多俄国人呢？有很多俄国人吗？在乌兰巴托，没很多，没有吗？哦，没有。没有，嗯，好吧，哇，那你很厉害哦，那也很厉害，四种语。我只知道英语和汉语，嗯，好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啊，这里，嗯，开始嗯，有点不，有点有点不，哎，那个是习惯，嗯。对，习惯的话，这个不习惯 not suitable，或者是还有作为 noun 是 habit 习惯啊，不习惯 not suitable，嗯，跟这个适应差不多，这个适应啊，开始有点不适应啊，后来就什么，嘿嘿，后来叫妈妈，嗯，对，妈妈，慢慢妈这妈里什么？啊，慢慢这里。慢慢的 get used to，或者 suitable，这个是适应这里啊，第一个汉字啊，第一个词语，适应，对，对，适应，适应，哎，适应了。然后那个叫 listener，listener。忘了对吧？最近，最近最近啊，recently 对吧？最近，嗯，最近，我还交了一个我朋友。对，中国朋友哦，那就好，that's good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，嗯。哎呀！哎呀，有一点点难，对吧？有点太可爱了啊，这里，嗯，在哎，这个 library 是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图书馆，对，嗯。我们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嗯，
平时我们常常，常常，对，常哎常，呀，哎呀，哎哎呀。哎呀，是你是跟谁学的？哎呀，呵呵，哎呀，哎，我们常常一起看书，对，那个啊，这个字，隔万贯，啊，对，隔万贯，逛街。街，对，哼哼，这个我踢们足上，哎，对球，对对，想有记乒起，对乓对对吗？，yes，上节课有学的，时哈，记候住了，他还会我发一些什么什么什么，一些幽默，humorous，幽默短信，humorous，短信，幽默短幽信，默短信。好，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？这个，那个是 no problem，是没问题，对对对下午，yes，也要会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对，OK，完成啦，不容易哈，不错，还好，你就是忘了，太久了，对吧？你学了8年，然后多久没有学了哈？是有1年没有学了，对吗？2年，2年没有学了啊，还忘了好多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词，第八个词语，第八，第八个词语读什么？联系。联系，联系，contact，然后第九个呢？差不多。差不多，还有。这个，专门，专门，然后，这个词要学一下，麻烦，对啊，麻烦你了，对吧？这个是 web，麻烦你了，然后或者说这个还有作为 adjective，哇，太麻烦了，学汉语太麻烦了。哎，你那个学了一点点日本话，日本语，你学多久了？学了多久？学了，就有时候学，对吧？自己学。觉得那个麻烦吗？容易吗？麻烦的，也很难哈。那你觉得我没有学过日本语，你觉得日本语跟汉语哪个更汉语，难？是这样吗？你学了8年汉语，你觉得汉语难？那个韩语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 Korean 对吧？就是那个，就日本的。日不是，不对啊，这个就是韩国，就是那个朝鲜韩国那个韩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学过吗？没有。没有那还不喜欢，好，好多人学韩语，包括很多那个呼日啊，对。呼日的话，他是在韩国生活过的，他会说韩语，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里，你是小李，你先来，星期天同学聚会，
能来吗？能来。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啦？来多少人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一，哎，这个，那个是你妹妹吗？那是你妹妹吗？是我姐姐，哦，姐姐的孩子对吧？哦，你一个大姐姐哈，姐姐的孩子哇，哎，是不是就一两岁呀？是吧？对，哦，一两岁，很可爱的，是女儿吗？还是儿子？哦，女儿，哇哦，little girl。哎，这个是读差不多一半他哈。经常，哦，他经常，他经常叫我妈咪妈咪。叫你妈咪吗？叫对，你妈咪，他认错人了。你跟你姐姐应他该觉长得得，我是他的，妈咪，对，他。哎，你跟你姐姐长得应该很像，对吧？她妈咪，哎，你一个姐姐，还一个弟弟，对吗？好像是哈，对吧？你一个对。姐姐，还一个弟弟，对，这是很好，差不多一半啊，这个 half 一半半啊，伯恩半。差不多一半吧，almost half。好。差不多一半吧。还有这个是个名字啊，name a person，张远。张远，对，张远。张远张啊，远哎，海，对。厦门。专门对的，厦门从过外吗？是这个？对，是国外，对，国外嘛，对吧？你去过国外吗？刚才问的，从国外那飞，是飞对对对，飞，飞回来呢？对，飞回来呢，它不是真的飞哈，fly，它是那个 by airplane，by air。坐飞机，坐飞机回来，好，哦，是吗？毕业快10年了，真想大家呀。对了，今天早上，morning，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这个也是个名字。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，他这次是来旅游的，travel，这个。那太好了，然后的是对，对，呵呵，麻烦你和他，你和他，哎，那个是 contact 联系联系，联系一打电下，话发短请信，他起来。请请他。他一起起来，来，请他一起来。这个是参参加，attend，参加，对，想起来了哈。参加同学。参加同学，party 聚是对对对，聚会，对，好，聚会，说下学校门口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
哎，烧火。这个忘了吗？这个是饭，哎，吃饭的饭呢？对吧？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吃饭的饭，饭店 restaurant，饭店。对吧？想起来了哈，好的，这里。6点半。6点半，好，别迟到啊！哼哼哼那是。，Don't be late，这个迟到，迟都要到，迟到，上课迟到，对，迟到想起来了哈，迟到，哎，放心吧，星期天，6点半见。哎，你现在是要去学校的哈，是吧？是那个一星期去学校，下个星期不去学校，然后再去学校这样吗？还是每个星期都？online，1个星期去学校，下个星期那个 online 对，知道学，是这样的。这个，这个有意思啊。哎，这个星期是去学校的对吧？对，是现在你家去跟了学一校个，远吗？你跟你就好远。很远很远你一般几点起床？现在6点多起床。6点多，迟到吗？会迟到吗？有时候，有时候我现在很冷啊，早上6点多，是吧？对，起床很冷，去学校很冷，太可怜了。对，哎，不过你们很好，你们是下午几点可以回家？1点对吧？1点就可以回家了，而且你们是 high school 高中，你知道在中国是怎样的？上午上课，下午也要上课，晚上也要上课，晚上要上到9点 PM。好麻烦。麻烦吗？这个是太辛苦了，呵呵，太可怜了。对，我们学习时间很长的，我们那个，你们 high school 都是上午上课就可以了，1点就可以回家。作业很多对吧？你们作业多吗？对，有很多作业。不过也好，上课很少。这个你们太好了，蒙古太好了，没有什么课。很幸福，在蒙古上学习，我们再学一篇，好吧？再学一篇，这个重新 again once more once more，这个你读一下，行。重新，这个呢？尽管。尽管although 对吧？although，尽管跟那个虽然差不多，是吧？虽然但是，好这个词，犹豫。有意对的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，我是申月，你是那个王静。王静要说很多话，哎，不对，对，OK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，这个，是夏天，下午，哦，不是夏天，
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，对吧？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，对的，是想对起的。过去那什么，那段啊，period 的弯段，这个 major 的哈，那段快乐的日子。就是，你那个汉语的那个发音呢、那个是很棒的，很准确，而且还会一些感叹词，哎呀，这个很 native，好像，yes if 好像，好像重新对吧？again，好像重新回到了学。那个是校，学校的校，compuse 校园，园是那个 garden 叫园嘛，对吧？compuse 校园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那个 who 日经常是，他是这样的啊西，因为他是在韩国生活过来，啊西啊西啊西。天天这样但是总是啊嘘啊嘘，好，旁边这个人一定，一半这样的吗？对对对，应该差不多，但是他不说那个吧，他说啊嘘啊嘘，这个人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联系 contact 打电话联系。这个，那个是。这个是，打什么？对，当然，然然，然然，当跟那然是虽什然的么？然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当然，of course，对呀，当然，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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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尽管，尽管，尽管澳洲，对，尽管，这个是已经，already，已经，对，已经，already，对，尽这么管，多年，对。我们还是，还是，这个是经常 always，经常。对，经常 always usually，常常经常，你在这个我们学了几次了哈？这个叫什么？对对对，联系对的，两句，这个。每次都有说说不完的话，对哈，不完。对，说不完嘛，说不完好，这个，真羡慕你啊！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对，要什么？知道，知道，I 知 know，道。要知道，you should know，对吧？You should understand now，知道，要知道能有一个
真，这个是 true，真正的，真正的，就。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，对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对，是多么不什么 easy，not easy，不容易，容易呀、不容易对，啊。容易啊，容易啊，知道哈？耶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哎，哇，那你那个妹妹怎么很小到现在还不睡觉？很晚了，哦，对，是吧？她那个应该以后长大了，应该很 naughty，很调皮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我们明天晚上见。明天可以九好。点，明天可以九点，好吧？好，我们早一点明天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